什么情况呀？什么话？他的孩子出来就像你，就是一个小男婴唱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受了这个熏染了，我这个我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我没有选你，我就更心里不舒服了。反正就是，喜欢那英老师我才来的。我希望就是，此时此刻我和你的近距离接触铭刻在这一刻吧。希望节目组以后能够录一个袋子给我。如果以后我的宝宝出生的话，我会把这份礼物献给他。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吗？嗯，可以。你在那儿等着我。你干什么？我。你又脱鞋上去？不，我觉得我很惭愧。要脱鞋了。我为你肚子里的宝宝唱首歌行吗？提升。正宗好凉茶，正宗好声音。加多宝凉茶，中国好声音是由凉茶领导品牌加多宝为您冠名播出的。喝吉利天动力，娃哈哈吉利提神保健饮品，为中国好声音加油。本届中国好声音当中所有的学员，只要您是四位导师最得意的门生，那么您即将可以踏上娃哈哈吉利音乐梦想之旅。我觉得我很惭愧。要脱鞋了。我为你肚子里的宝宝唱首歌行吗？太好了，谢谢。行，不紧张了，好，不紧张，可以吧？是儿子还是女儿无所谓，反正出来只要能够爱音乐，尤其是听着我这种性格的歌手，没心没肺，快快乐乐的长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今天看见你是一个这个俩月了，点歌，你点什么都行啊。黑不懂夜的黑，听好了啊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你以后长大出来以后会按点睡觉。按点睡觉，在那儿。茁壮的成长，当你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告诉我是儿子还是女儿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祝你们母子平安。
小心点，来，我扶你，你现在是贵重了。哎呦，赶紧的。虽然吉文离开了我们的梦想舞台，而他得到的却是那英在歌声中的祝福。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在娜姐的面前唱歌，现在我要告诉我和我的宝宝，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